振宇仲作为小组赛的第二，是进入到淘汰赛的四号位，剩下的两支球队呢是通过抽签进入到二号位和三号位。那目前厦门特防队已经是率先跻身到了决赛。李俊威后场杀直线，张淑贤发球，这球接发球，刘轩轩接的质量还是非常的高，突然的一个扑对角，直接得分了。哇，好防守！第二，刘轩轩反拍直接防了一个对角线，我们再看一下，非常的轻巧啊，直接拨了一个对角。这阶段呢，李俊慧和刘轩轩在场上这种球路的组织方面，落点要给的更开一些，也是把张淑贤和梁伟坑调动开。可惜了，其实这一分当中，张淑贤在往前的这种快速的冲网放网，还是给后场创造了一些进攻机会。但是这一次的攻锋配合没有能够打好。我们看到又是李俊慧一次对角线的转移。这分先是把张淑贤和梁伟坑的注意力转移到往前来啊，突然的一个抽对角线给到了对方的底线，还是在落点的选择上啊，线路的选择上更加开阔灵活。这一分对于梁伟坑和张淑贤来说，其实稍微会有一点掉气势啊，因为连续的铺垫这种进攻下手的机会，但是最后没有得分，还是显得稍稍有一些着急。比分稍微跳开了，6-3，刘轩轩发球。虽然李俊慧现在是退出了国家队，但是我们看到他在场上的这种经验啊，尤其是落点的这种组织和捕捉，确实是非常老道。又是同样的一个战术打成了，这一局其实靠着这个战术和落点已经是拿了好几分。先是接发球放网，把对手的火力吸引到往前，随后抽一个大对角。梁伟坑发球。
场比赛当中发接发啊，前三拍非常的关键，这将决定这支队伍呢能不能够占据主动。突然偷发后场，9-6，刘璇璇发球，7-9。在发球的是张舒贤。第三拍的衔接还是非常快速，廖伟铿反拍弹对角底线，这几分还是在打发接发，打前三拍。现在廖伟铿和张舒贤逐渐追上了比分，分差还有一分。哇，李静慧站在网前，她的这个1.9米的身高啊，再加上手臂和举拍，确实像一堵墙一样，很难去过她的头顶。局点10-9，还是非常关键的一分。廖伟铿发球，又是头顶直接钉地板的一分直线，这样是1-9，李俊慧和刘璇璇又拿下第三局，目前大比分是2-1领先。播圈CCTV 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2023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半决赛，由瑞昌羽球学院对深圳羽柱，目前呢是双方的第一场混双的较量。现在在场上，瑞昌羽球学院的李俊慧、刘璇璇是2-1领先深圳羽柱的梁伟铿和张舒贤。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双方的第四局。李俊辉后场的杀球还是非常的重，那更多的也都是把球杀向对方的女选手张舒贤这边。女子选手在防守的力量上，还是相对于男搭档来说会弱一些。所以混双比赛当中呢，更多杀球机会还是会杀向对方的女运动员。廖伟铿这个扑球自己稍稍有些着急了。从后场连贯到中前半场的时候，杀球出现了失误。2-2，3-2。非常漂亮一个突然的抽对角啊，又是抽向了张舒贤的追身位。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，来自广东，2018年入选了国家队。
从和王昶搭档以来，他们在2022年的日本公开赛时获得了男双冠军，今年开年的两战也是背靠背打进了决赛，其中印度公开赛又是获得了750积分这一站的冠军。激烈的比赛对于李俊慧来说，其实体能上还是很有考验的。4-4。突然的突发后场，这球防守还是非常的黏啊。混双还是非常考验搭档当中男选手后场这种绝对得分的能力。双方都不轻易的起球。第四局6-6，深圳宇宙梁伟铿发球，刘轩轩现在在后场，7-6，刘璇璇发球，哦，漂亮，两个人打出了一个攻锋的配合。李俊慧在救球的时候啊，还是出现了摔倒的情况，看上去没有大碍，比赛继续7-7。接发球。软放一拍，还是梁伟铿杀球，杀直线，杀对角，往前的扑球，双方攻防转换，啊，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，一个多拍的回合，最后呢是刘璇璇在网前的封网得分，反拍是直接扑了一个梁伟铿的追身。云辉和刘轩轩这边显得要更加的流畅一些。
俊辉后场杀球，又是打出了一个攻锋配合，让李俊辉和刘璇璇假动作的一个收掉，带一些滑板，杀对角，后杀前锋，让李俊辉和刘璇璇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，以3-1战胜了梁伟铿和张书贤，目前在